厕所主题餐厅在亚洲很多城市呢都能够看到，而日前这种坐在马桶上吃饭的方式也走进了美国。全美第一家厕所主题餐厅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附近开张了，我们一起去看一看。这家餐厅名叫魔法厕所餐厅，于当地时间10月18号正式开张。走进这家餐厅，洗手间标志醒目地挂在墙上，顾客们坐在不折不扣的马桶上，享用盛在迷你陶瓷马桶中的美食。虽然貌似有些重口味，但这家餐厅却是十分火爆。The way they serve us on top of some toilet dishes and sitting on top of a toilet seat is very unique.And some people even put their purses inside the toilets. So it's hilarious. 据了解，这种厕所主题餐厅之前已经在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开张，并且受到当地人的欢迎。不过在美国，这还是第一家坐在马桶上吃饭的餐厅。